现到我。真的要爬吗？他说对，因为他讲这个，我讲出来，我就代表他是真的。真的要爬？真的想要爬？我的亮晶晶，今天的造型是奥黛丽·赫本的造型，也是我非常心仪的一位偶像。然后我觉得她留下许多经典，然后她的慧姐，还有她的可爱，还有她的优雅，我觉得都深植人心。所以能够扮她，我自己觉得好开心，好开心。然后今天当然有许多的珠宝来衬托这个 Breakfast at Tiffany 的这种尊贵的感觉，对。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自己非常喜欢奥黛丽·赫本，然后我也如果是亚洲的话，我非常喜欢张曼玉小姐，然后也不敢说效仿，可是我自己会觉得说电影真的是她陪伴着你成长，然后你会有很多记忆，然后那种记忆都是刻骨铭心的，在每一个时段的历程。所以如果将来能够有一些作品能够陪大家一起记录的话，会觉得很棒。你做拿下来再变成那个动作是有加玻璃啊，好了，一二，我有个加玻璃，然后就说，然后放掉，可是不太，就是要接这个动作会不顺吗？这个刘海好可爱啊，真的，好升高一点，升高一点，好吧，要不要拿这种，那就不要，小姐，你觉得要不要拿墨汁这个动作？升高，好啊，那我们就这个动作，好，就是拿下来，然后顺高一点，对，就是先带着了。所以等会镜头往前，我会说看一下，然后你会按灯一亮，然后拿下来做这个动作，对镜头，镜头的灿烂效果。我的左边仰，你的右边仰一点，左右夹哦，好，上下不用，夹，哦，现在你不要夹，他是放在那边是这样子，对，看不到，没想到我这么近。可能要再 Q 上一点点。八公，没错。八公，搓就开了。能吃到一点。好不好？是，不然这边开，这边开。右边。快呀。慢慢一点。因为我这边的构图跟你们那边不太一样，因为这85的可能要再缩小一点点。对，哦，我这边的构图跟你那边不一样。对，我这边已经很long了，然后就看这边，我爱的，对，对，好。开始。